我今天来就没打算着回去，就算是能回去，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、弄明白啊。自打出事以后，他们那满身拼命的架势，喊着嚷着要找我出气解恨，你怎么就没动静呢？ 半辈子的兄弟了，泡了几十年的老酒了啊！我是真怕呀，我脑袋瓜一热，把酒坛子给打翻了。酒洒了，味儿跑了，心凉了。 练到了吧？你别看这刀把是弯的，可它照样能摸到锋利，照样能切金断玉。咱爷们遇到坎儿了啊，就当拐个弯摔了个跟头。可当爷们可千万不能趴着不起来。我快刀刃子，挥手就来他一下啊！弄不好就站起来。 就能把这事儿给解了，你说是那理儿吧？哎，乡亲们，让个道！ 张书记，哎，王书记，西坡地的麦苗露头了，长了好大一片呢。牛大胆私下借地种粮的事儿，社员们可都知道了。这风言风语可不少啊。都说什么了？阿们说咱们欺软怕硬，见着软面条横眉瞪眼，见着杠子头就低眉顺气，还说呀，牛大胆有胆子这么干。 肯定是给公社不着好处，说公社干部躺炕上喝糖水，这净琢磨美事儿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不胡说呢吗？他是啊，张书记，我王万春向灯说话，我绝对没有说他半点好处。哎呀，说这个干什么呀？啊，找人把他的苗都铲了。 张书记，周书记不是说搞点实验是好事吗？那咱要把苗给铲了，不是得罪周书记了？让你铲你就铲啊！这事儿得往大了闹，越大越有意思。嗯，你愣着干什么？铲苗去啊！啊，那行，那我这就去啊。进。 牛大头，你带人偷种麦子，本身就是违反了政策。我们这么做，是县里和公社两级领导的指示。你赶紧让开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我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？牛大胆，你要是现在认识到了错误，还来得及。你要非治了牛犄要顶着来，那你可是自找苦吃。 给我铲了！我看谁还敢干！啊！一种子一根麦苗，没露头上是种子。 露了头的只是麦苗，等长大了它是麦子，等熟透了它就叫粮食。粮食是什么东西？啊？粮食是吃的，是活命的东西，是乡亲们指着、盼着、望着的东西。 你们把乡亲们的麦苗给毁了，那就是毁了他们仰仗着生活的东西，毁了活命的东西。我不能让，乡亲们也不能让，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能让。你们谁再敢抡一下决头，我这把镰刀可没长眼睛。 谁再敢挥一下锄头，我这一枪的血泼到他身上！你们谁再敢拔一根麦苗，我就用他的血浇了这老土地！牛扎导，你不用拿话吓我，我不吃你那一套。你吃什么我不管。 毁了我吃的东西，我就能毁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。我能给他扒拉碎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你们试试。谁要是不让我宁为粮吃饱，我就跟着他拼命！你们这都干了些啥呀？俺也跟你们拼了！你们要是想把麦苗给刨了铲了，来，今天就把我也给刨了铲了吧！来，刨上我一个！哎，来，好，好。好，好。 你可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张书记、王书记，你们是没看见的，这帮人疯了。是真疯啊，还是装疯啊？真疯了，眼睛都红了。 张书记，那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？光脚的是真不怕穿鞋的呀！啊，对了，过两天周书记下来检查的事儿，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差不多了。不是差不多，而是要万已失。哎，明白。 爹，吃口饭吧。爹，我知道你没睡着。你们大人的事儿我不懂，可我看你一会儿乐呵一会儿憋屈的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。爹，你那天一会儿说。 咱家这粮食能不能接上料？一会儿说这被子厚不厚实，一会儿又说让嘚儿你给我纳鞋底儿。爹，你是不是要走啊？爹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去哪儿都得带着我。 娘走了，我就剩你这一个爹了，谁说爹憋屈了我？啊！爹那刚才就是困了，闭上眼睛跟那打个盹儿。闺女，爹就是走到哪儿啊，这背上都得背个筐。 筐里头装着你那小家巧，没有你在爹跟前儿那么叽叽喳喳的叫，爹该闷得慌。来，跟爹一块吃。 今年啊，他们麦香岭公社的秋播播的很好，你看麦苗长得很好，提前完成任务了。都是领导指挥的好，只要领导一句话，我们这基层啊，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，就拼了命也得干好了。万春啊，哎，老乡，怎么在这儿吃啊？怎么不回家呀？不回了，看着麦苗吃饭香。 哎，这吃的是什么呀？馒头加肉片儿。哦，这日子还挺好的。哎，老乡啊，这地委的周书记呢来看望大家了，有什么心里话呀，就跟周书记讲，别怕啊。说，还说什么呀？日子过得这么好，上顿有干粮，下顿有肉吃，晚上还能喝壶小酒，谢谢领导。行，那你吃吧啊。周书记，咱往那边看看。求国已经完事儿了，大街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兴许是猫在屋子里头，老婆还在热炕头舒坦着呢。往前看看，哎。 以前没记着道上有树桩的呀，猪高了点儿。哦，骡子是头骡子，你才骡子！夏洛元，你是真香，这么大个个人在这树上你都看不见。原来是个人呐，怎么那么像头骡子？ 那我，哎，这道不能走啊！这道怎么就不能走了呢？现在不能走，一会儿就能走啊！这条道我走了一辈子啊，你们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啊？没道理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夏老爷，你别仗着年岁大就来横我。今天在地上打滚儿，我不让你过去。哟。 这嗓门儿，还说不像骡子，不让过去不让过去，叫唤什么？叫唤什么？哼！骡子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老乡，哎，上哪儿去啊？哎，王书记，哎，眼看着就迈冬脖子了啊，寻思去城里啊，扯点布，缠点棉花。 做床新被子，啊，就做一床啊？一床不行，怎么也得做个3床5床的。不是你做那么多床被子干什么呀？哎，现在兜里有钱，这个没地方花，一人盖一个不挤。行了，哎，赶紧去吧。哎，哎，周书记，这边走，啊，这边走，好，走。 小王，哎，小王，情况正常吗？正常，他们正往我们这边来了。哎，继续观察啊！好嘞。哎，啊，这那么高，那上面是一个什么呀？啊！哪儿呢？看看，那是个人吧？啊，没错，是个人。你爬旗杆上干什么呀？啊，估摸是那个旗杆脏了，他在那儿。 擦旗杆呢，就赶紧让他下来，这一不留神掉下来怎么办？人命关天啊！哎，没事，我爬上爬下练好几天了，身上都拴着绳呢。这谁的绳啊？谁啊？谁？龙大胆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冒这儿睡呢？ 昨天晚上喝了点酒，也没喝多呀，啊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我正做着一好梦呢，刚出锅的肥肘子呀，一大锅呀！我扒着一肥肘子，我张开嘴，还没啃上呢，就见着眼前呀，嚓，好几道闪光啊！啊，闪得你睁不开眼呀，晃得慌。 咵！我使劲的把眼一睁，你看，原来领导们都到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！赶紧回去。哎，周书记，你别听他胡诌啊！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呗。啊，上哪儿看呀？这地儿我熟啊。你们想看哪儿？啊，我带你们去。你跟我说。别，别瞎整啊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是什么人吗？啊？知道啊。 都是人呀，周书记，这农民呐，没办法，说话不中听啊！啊，咱们到别地方吧。这个牛大胆同志我认识啊，30年前打过交道，20年前打过交道。好啊，这儿你熟，我们跟你走。哎，周书记就是周书记啊。记性好，年旧情，认识老熟人。有些人处了一辈子，见了一辈子，抬眼不见人呐。那我领着大伙儿到处看看，领着大伙儿溜达溜达。跟你走。 周书记，周书记，这眼看到晌午饭了，要不咱不看，咱回去吧？啊，小周，嗯，你吃啥呢？好吃的。好吃的，嗯，给我尝尝。嗯，王书记啊，好东西，你尝尝。不，我不饿，我不饿，不饿。来，我尝尝。 使劲！尝尝，张书记，我来。 行了，小周，你家这饼子怎么这么硬啊？硬了好，有嚼劲，扛吃。这领导都来了，就没什么软和点的。啊，有，都在屋里桌子上呢，我拿去啊。不用了，老乡，你介意我们到你屋里看看吗？ 赶巧了，屋里刚收拾好，走。哎，谢谢领导。哎，这你们家猪这个头不小啊！政策好，公社让我们社员自己养猪，以前不敢养，现在敞开了养，我们这心里乐呵吧，他也乐呵。 你看，能吃能睡，蹭蹭的往身上长膘。这长膘好啊，这一年油水就不断，好事儿啊！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等怀上崽的，下个十头八头的，心里就更敞亮了啊！怀不上。怎么怀不上？那不是不让养。小周，你家母猪怀不上崽儿，你这能怨谁呀？张书记、王书记，哎，你们说是吧？ 对，啊，不是那个周书记啊，你眼看这晌午饭都快过了，您工作再忙，咱也不能不吃饭，不是？要不咱先回啊，等吃完饭再来。您坐啊。 支部，赶紧起来！我不起来，起来活动多了饿，我还不如躺着省粮食呢。什么话你这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我管谁来了？谁来了我也吃不过。周书记来了，吃我不好。 真是周书记啊，周书记，我吃不饱，这辈子忘不了你啊！当年土改刚完事儿，你来看我，我一口气造了您6个大馒头啊。虽说这6个馒头下了肚，我刚垫了垫底儿，可我知足啊！我吃不饱这辈子，我欠你6个馒头啊！快别这么说啊！那个当时我也放了话了。 我说我能让你吃饱，如果你吃不饱，我这个官就不当了。可是现在咱们都这把年纪，半截身子都快进土了，还没吃饱。我这个官真不该当。 赶紧拿点软和的，啊，让领导们都尝尝。哦，软和的呀，都在桌子上呢。好的想给孩子留着。周书记，您尝尝。这大家伙不是饿了吗？来，先垫吧垫吧。地瓜面混着地瓜叶的味儿。 香啊！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！哎。 周书记，周书记，同志们。 这眼下农民过得怎么样？是甜，是苦，是心满意足，还是糟心难受？我想我们每个干部都看得清清楚楚吧。同志们，我问问你们，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啊？啊？ 我想大家心里都想得明明白白。3年困难时期，已经证明了包产到户是有成效的。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，我们不敢了？多少年了，我们东一阵风，西一阵风，瞎折腾，到头来，吃苦的是农民，遭罪的是农民，吃不饱的是农民。 眼下，问题的关键啊，它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啊，同志们，是我们今天已经踩在刀刃上，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走大包干这条路。周书记，您这话说到我们农民的心坎里去了。我为官一任，别的我不管，我就是得让农民们吃饱饭，否则的话。 我这个地委书记我就不干了。现在啊，胆子大的人搞了点实验，就让他们搞去，怕什么呀？成功了、失败了，那都是实验。同志们，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，我一个人承担责任。就是官司打到北京，也是我一个人去。周书记，哪能你一个人去啊？我也跟您去。 路上怎么也得有个说话的呀！德福同志，说说你的意见。周书记，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！您让我们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万春同志，你也说说。我听领导的。 好啊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，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回。书记，周书记，周书记，你看这都晌午了，去公社吃口饭吧。你刚才没吃饱啊？你藏到柴火垛里呀，那叫木马计，特洛伊木马计，懂吧？这话一说呀，就多了，喝3瓶酒也说不完。反正你就记住木马计就行了啊。你带着周书记他们进了小壮的家，这叫请君入瓮。 请君入瓮，懂吧？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？这话还不好讲了。反正最后一招叫激将法，这个我懂。你就是气人的招呗。行行行，你这么讲也对。张书记，这事儿您也是亲眼看见的，是吧？我可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安排好几天了，我这心思真是没少费呀。这本来想的吧，这前前后后缝补的都严丝合缝了。 可是谁想到麦子垛里钻出个牛犄角来呀？千算万算啊，就是忘算了这个牛大胆儿。原来你早就料到了王书记他们能把路封了，周书记他们来了咱们也见不到。我说你叫我在柴火垛里待了一宿，这一宿，苍蝇嗡嗡的，小虫直往耳朵里钻。 嘴他妈遭打，那你说值不值吧？值，太值了！哎，要是没你这一招，周书记今天就是来了，咱们也见不着。你见不到周书记，那你的那些什么瓮啊、什么法呀，不就都用不上了吗？连环的套路，只要上了套就下不来了。眼下这事倒是消停了，可谁能保证往后再不再出乱子呢？ 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吧。这句话我明白。没事了，咱爷们往炕上一躺歇着，攒着精神头；来事了，咱爷们一轱辘身子爬起来，接着干。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来干。不是，你说这个牛大胆他有什么本事啊？他怎么把周书记给哄住了啊？他什么本事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啊，但是我就知道周书记很欣赏他，要不他能让他当大队长呢？ 张书记，那咱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，你自己不长脑袋呀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这一辈子啊，只长一个脑袋，这掉了就回不来了啊！别人的脑袋掉了咱管不了，咱爷们的脑袋是不能掉，你明白不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张书记，人在会议室等着呢。先开会，开会。 大胆，你有句话呀，我得问问你。啊，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？你说，就是去年我那打鱼的事儿，是不是你搞的密？是啊，我延期你，搞的密。 我恨不得把你大队长的帽子给你摘了！你这话憋着气呢，不实在。我可不是憋着气呢吗？我要不憋着气，我这一碗酒早泼你脸上了。那泼什么也别泼酒啊！尝甜头的事你能瞒得住人啊？那么你不说，别人不说呀？就你那点破事，搞得社员们都知道了。眼前你的人多了，想揭发你的人多了去了。不，你怎么偏偏往我身上琢磨呀？ 行，都明白了，不说了。来，喝酒。这不是走回头路吗？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？我看这次就记得他们折腾去吧。这么些年，哪次折腾成了？走着瞧吧。那咱们呢，也不能眼睁睁的这么看着。这今天别人搞，明天换人搞，这搞来搞去啊。 这土地就分了，这土地要是分了，还要咱们这些干部干什么呀？是，难道真让咱们下地种庄稼去吗？是。文成同志，嗯，说两句吧。啊，我听张书记的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听我的，那我就说两句啊。周书记的话已经撂这儿了啊，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，咱惹不起，是吧？ 但是我们又不能背着国家的政策来呀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啊，不提倡，不宣传，不推广，让他们先折腾着吧啊！一旦有了证据，啊，我们就果断出手，严惩不贷。对，吃的这个香，队长啊，你还真给他弄了一锅这么好吃的食儿啊，我看着都馋。大舅说话不能不算数，当时小花怀上的时候我就说过，她要是能生个10头8斗的啊，我就给她熬一大锅苞米粥喝。哼，这一生生了他妈7对半。哼，哎呀，等这些猪崽们长大了啊，你看着吧啊。 再怀崽子，再生崽子，哎，你们家就算是翻身了。哼，大半辈子不敢想的好日子呀，就全都来喽。王书记生了，王书记生了，你才生了呢，生了，不是，猪生了。谁家的？三猴子、马仁义他们家的。 俺家的兄弟数不清，没有大事儿，不登门，一登门就来了一群小崽子。哎呀，真是比兄弟还要亲。当猴子，你这2天乐得都快合不上嘴了，你小心灌了风，肚子疼。肚子疼，俺也直。 哎，我就怕有人气得肝疼。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家小光找个媳妇啊，你还推三阻四。你说这上赶着的好事哪儿找呀？哎，有本事你给俺再找个媳妇。这话你可咬死了！一会儿金花嫂来了，你可不能腿软。腿软，俺不怕。那你怕啥？俺怕不该软的地方软。哎，说谁谁就到啊！你看。 哎，一会儿别胡咧咧。出事儿了，猪！啊？咋的了？你这急三火四的，干嘛？出事儿了。啥事儿？慢慢说。抓猪的来了。来多少人？没数，黑压压的一大堆。 组长跟你说的，我记住了。嗯，变香花，按一个顶仨。